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那我们今天呢，一起继续要来做战术啦，耶！那么今天还是先给大家来看一张照片啊。那么，之前看的都是男棋手，今天我们来看一张女棋手的照片啊。那么，这个人呢叫做斯坦芬诺娃啊，是保加利亚的国宝级棋手啊。那么曾经拿过女子世界冠军啊，那么也是长得很漂亮啊，大家可以看得到。那好吧，继续吧，不说了。OK， 那斯坦芬诺娃呢是出生在1979年啊，那么比我还大了11岁呢啊，那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名女棋手了。那现在让我们来开始吧。上次做到了2886，马 F3， 车迟 F3 EF 后 G6 不会错吧？哎，等会儿这象怎么？OK， 看了这个美女棋手之后，怎么这手都抖了？车吃 F3 EF， 然后后 G6， 车 G7 象吃 G7， 然后对方车 E1 把我将死了。我在干嘛？车吃 F3， 再来一次啊！如果刚才你没看清我怎么被将死的啊，或者是我把自己将死了，然后我想车到 G7 嘛，然后我象吃 G7， 然后忘了人家车 E8 又把我将死了。天，我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怎么才能赢呢？谁能告诉我怎么赢？为什么我不会赢？我已经1分钟了。怎么办？后 C3 的话，人家马 E5。看来斯坦芬诺娃没有给我什么好运气啊！一上来这道题这么难，车 F3 EF， 或者他没有很难，只不过我好像看不出来而已啊。然后象 G7，人家车 E1， 正好把我将死。哇塞，我底线还有问题啊！怎么走？我第一感觉就是吃，因为把这个后的线路打开，再看一下，我觉得不一定是错的。但是人家这个兵吃到 F3 确实是车 E1，人家随时可以杀你的王了。箭头太多，把它弄掉。哎，我是不是有点傻？我只想了车一 F3， 人家 EF， 对吧？我为什么不走这个车呢？车四 F3 呀，车四 F3 多好呀！我的这个车留在底线继续守家，然后 EF 之后再进来，效果一样嘛。但是我多了一个这个车在这儿，哦，为什么车一 F3？ 我要疯掉，后到 G6， 象吃 G7。后吃 G7，然后后E8，我要疯掉了，这赢了，白多一车哦。OK， 继续。后吃 H4， 车吃 G7，或者是象吃 G7，看一看。我们现在是少半子，但是正在进攻对方的王。车吃 G7，他只能王到 H8，I suppose 只能王 H8， 然后我就没棋了。象到 G7 准备闪他的后，看上去更符合我的口味，所以我觉得象 G7， 因为车 G7 王 H8 我看不到什么棋，象 G7 就是隐而不发，含而不露。但是人家王 H1 车 H3 吊死，但是后吃 GH 王 G7， 所以象 G7 王 H7 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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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D3 可以将吧，象 E4。我怎么今哦 ，OK， 还是没想到。等一下，别着急，哎，别换台啊，别换台，马上就想出来了。车 G7，王 H8，车 G7肯定不能走，
要不就像 G 七，要不就像 G 五。我现在像 G 五也是搞笑，人家后跑开十，所以只有像 G 七吃了。不对，那可能是王安石七，对吧？就是我们说的后第三人像 E 四。其实我没想好啊，再来一次。车吃 G 七，王道 H 八，然后嘞？我没看到啊，音乐怎么停了？接着奏乐，接着舞。这道题这么难？斯坦范诺娃没给我好运，坏人。象 G 七不对，车 G 七王 H 八我也没看到，有什么好奇？然后车 G 四，你车一还能将呢？音乐还可以啊。哦，也许真的是象 G 五哎，对，就是象 G 五。我猜啊，我猜象 G 五后 H 七，然后象 F 六 G 六车 H 三。我猜是这儿，又不对，后 H 七像 F 六不可以吗？我觉得可以，像 G 五为什么不行呢？大家如果看到为什么不行，可以把这个像 G 五为什么不行打到这个公屏上，让我来看看像 G 五为什么不行，我还不知道。那继续看吧，那只有车 G 七了。你别逗我，车 G 七再不行我就要退出了。车 G 七再不行的话，我就要退出了。只有车 G 七，王 H 八。哦，对啊，然后呢，我也没看到象一走，啊，象 G 五赢了，象 G 五赢了，对吧？后没地方了，零七，下一个。王走这儿，冲兵兵，车跑开，马地七，哎呦，我在干嘛？马地七，哎，这哦 ，OK， 我们三个兵，对方只有一个兵，而且我们有一匹马，有一匹汗血宝马，所以马地七，马地六 C 七，看看走什么，别着急，马地七吧，我觉得。其他招法没看到有多好，马 D 七王 E 七呢？然后我 C 七，他车 C 八，然后马 B 六车 C 七马 D 五 ，OK 没错，马 B 六车 C 七马 D 五，嗯 OK， 嗯还走，下一个做什么了？车 F 七，哇塞你在搞我，车不能吃的，我不要面子的，车吃车 F 八。对啊吃了，你这后在干嘛？这么远后第五将啊，王 H 八后 F 七钻进去哦，给他后吃，车吃底线有问题，然后再走车 G 八就赢了。将军王 H 二，那你白送后我就接受。耶，2900分喽，再来一道，或者多来几道GH， 然后我们走什么？我们现在少一个子，少一个象，但是对方的后比较远，但是他一步棋就能回来。就回到战斗当中，所以我们必须要进攻走得快一点。后 G 五看上去不错，但是人家将我们上王，人家再吃第五就摆脱了哦。所以后 F 八好棋，后 F 八好棋，我觉得这不是好棋，因为既守住底线，对方没有将了，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后 F 二。哎，等一等，但是后 F 八人家后 E 六将，我王躲开还是威胁后 F 二，他还是守不住的。所以同意。哎，等会儿，哦，将王 G 二后 G 二后 F 四后 G 三车 H 一，对，车 H 一引离战术，然后吃这儿。下一个车 D 八，那他这个黑格是不是有点问题？我第一眼看的是像 H 六下步后 G 七，但是人家可能后到 B 二或者象到 B 二。所以我第二想的是象到第四，但是人家车又吃我，所以肯定是要利用黑格。但是无论象 H 六人家后 B 二，或者象第四人家车吃，都还暂时没棋。所以呢，
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别的。我觉得可以考虑，可以考虑什么？向第四，车吃第四的话，再走向第五？不好不好不好，子力全都送没了。哎，等等，我刚才说向 H 六后 B 二其实不行啊，因为我可以车 C 三或者车 E 五。哎，等一等，那他向 B 二我也可以车 E 五的。然后向吃后吃，然后 F 六就带将。对了，走这儿没错，车 E 五可以堵枪眼，堵住。然后再吃，再将，再车，然后在这儿。OK。哦，车 E 六多子了，这道题一直在逼着我啊。OK。好，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拜拜。